大家好，我的名是舍比尔，我21岁，我的生日是1996年9月13日，我来自沙拉越，我是在马六甲继续大学念书的，和我是大学1年级的学生。我在大学介绍文章，我的家有6口人，他们是爸爸妈妈、3个弟弟和我。我喜欢的黑色，我的爱好是看电影，我喜欢是炒饭。我动过 M 或是刷新了本我，我有社会希望能提高华语的共同结交。就这样，谢谢，再见。